哦，这里蚊子很多哎、欸。对啊，我刚刚也一直被咬，所以我就很不喜欢带小孩来，就是这样，然后肿肿的，怎样？你看那边。哎，为什么他们都没有被咬？我真的有点好奇，我过去看看。它那边有淡淡的那个木质的味道，不知道是用哪一个牌子的那个防蚊液。哎，他们在喷防蚊液了，快去快去，快去蹭一下而已嘛，可以啊，快去。你快点喷！哎，他们又在喷，你赶快去换你换你换我换我换你。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我觉得那个真的好像有点厉害哎，味道很淡，但那个木质的香料，而且真的蚊子都不会来咬哎，他们好像要走了，怎么办？哎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们刚刚好像被蚊子咬得很厉害，对不对？这边是那个防蚊液的销售员，看你们刚刚好像很喜欢我们的这个防蚊液，它是天然精油制作的，所以它不会有刺鼻不舒服的味道，连六个月的宝宝就可以再做使用了，包括孕妈咪啊都可以做使用。它除了防蚊之外，大家最怕的小黑蚊、蟑螂、蚂蚁、跳蚤都很有用，小小一支啊，非常非常方便携带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我跟你说，今天有缘在这边相遇，你们现在不买，要等什么时候呢？你们说是不是？